优质，只是有遇到你不行，我会很难控制啊。哦，就看不行各位让我爆粗口啊，希望不要。啊，岳母看台好紧张哦。哎，好，我们开干，开干，开打了，开打了。是真的啦 ，Wistore 啦，而且他刚的确有在排认可，本尊吧。哎，开干不算脏话吧？我说开干就是开打啦，开干不算脏话吧？我是说开干就是我们要开打的意思，好不好？我最爱颜色绿色。脑袋就怪怪的。这人从日本回来之后脑袋就怪怪的，今天也在那边跟我讲五四三的，他自己有他截了一张图片给我，就是他骑一个筋斗云，我等等抛图给大家看。这个西门去一趟日本回来，人都怪怪的啦。人家是去西方取经，他去个日本回来就变低能了，真的。给我钱让我看医生，好，下次去综合拿给你，给你30块。去看医生，我破完了、欸。哦，对，干他 Olist 破完，我要躲他100美。是，说一年内你过了。哎，这两个人好扯哦，他怎么超扯哎、欸？哎，他们好扯哦！我干，他们直接，哇，他直接不扳打又送头哎、欸！哎，这群人太扯了吧！哎、欸，这群真的是不扳打又送头，我真的是失智哎、欸！我干，我的天哪、啊！不行，哥还没发威，你们下路被双杀，中路断线，上线上路上路锁，那我要怎么玩啊？天哪、啊，我这场游戏，好快就结束了！哎、欸，他们都要搞我、啊！哎、欸，结束了、欸。看他们，哇哇哇哇赞呢！怎么这样？他们在干嘛、啊？他们不给活路哎、欸！西门还干我野怪，哎、欸，说了高速冲分呢，他们太扯了吧！真的是下路被双杀，中路断线，上路唢呐，然后我还在两分钟，我还吃第一摊野怪，这场游戏就快结束了。应该不行、嗯，我们还是乖乖农业乖吧。干什么，萌萌？啊，我被萌萌绑了，走开！别碰我！走开！别碰我！绿色怪物。呵呵呵，张家伟，别闹了，张家伟。1万1还可以啊。I thought you'd never pick me。紫云的家人安安大丸很乖的。真的，感谢奇哥抖内，我真的很乖哦。刚刚是意外啊。就我队友太怪了，不知道他们想要干嘛哎、欸。嗯，没办法干科。哎呦！哇，出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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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跑，快跑！西门呐、啊！哇，西门好硬啊！
太嘴炮，SUG 了，这怎么有点难玩啊？干嘛？不能凶你？啊！糟糕，糟糕！哇，步行哥还没开始戳，我们其他路就先开始爆炸。我们不是朋友吗？我们不是朋友、啊。紫云与紫云妈妈、紫云哥哥来刷一波存在感咯！哇，这个是感谢大家支持月月鸟年，请大家多多指教咯。哦，感谢感谢，这个 DF x 753是紫云他哥啊！感谢明月，他叫明月哈、哦，明月感谢斗内87块台币，谢谢。那我们这场感觉你看不到什么东西啊，已经要结束了，这场已经先输一半了。我们要转台了，这么有效率，我刚没有说什么吧？我觉得我很乖啊，我今天蛮乖的吧？完了完了，哦水哦水哦，这波游戏游戏游戏虐菜达人，这个有曾经来我这里消过费的客人，那知道我的做法，我的做的。你这个是嗨嗨尔新概念，感谢订阅。哦哟，起飞嘞！走开啦！哦，这空大，秒他秒他 ，nice！ 哎呦，这神女这个腰力不错啊！有没有看到这个伤害？这个龙王啊，这个伤害就不想讲了。OK， 起飞了！现在我又拿到了我的大绝——真龙转身呐、啊！西门，下个门眼，可以知道西门在干什么，抓住他的位置，打爆他。步行哥其实这个打线不错哎，小苏22只 CS， 嗯，小苏，哎，哇，这个已经有蓝光了，不行不能，这只河蟹不能让西门拿到，不然把那个河蟹给克了。我下路好激战哦，一直在打架哎、欸。中路感觉有戏哎、欸。哦，逼上。他上波没按闪就死了。完美的逼出了对面中路的闪现啊 ！mid 1230暴打了他一顿。浓浓浓浓浓，我们以浓立国有没有？岳父好，欸、岳父大人出现了 啊！我爸来了啊！岳父出现了，好了吧，让岳父看看我的火龙啊，我的战斗力啊，很可怕的、啊。哎、欸，不行不行，别不行啊！为什么这个人会有红啊？哎、欸，这个大美，啊，退掉退掉。不行，不要！嗯，好，先回家和这个鞋爪，加买一双鞋子。啊，现在发育还不错，现在发育非常的好。PDA 加助攻等你的美金，看你表现了。哎，刚说什么？刚说什么 ？KDA 加助攻等于你的美金，看你表现了，没有问题。KDA 加助攻等于我的美金，那这场你这个金额应该是不低啊。干嘛干嘛？哎，我过去有戏吗？你们有看过神龙一打三吗？神龙要来了，看好神龙登场。真的没被神龙敲过哎、欸，我死了！
好 ，AD AD 一一四五零 ，AD 怎么还有闪啊？他没有闪，我就把他给秒了、欸。啊，感觉刚刚好像应该扑个那个雷欧娜，扑雷欧娜就没杀到，我也不会死啊。糟糕，好不妙啊！哇哦，你不行，直接出这个哎、欸，这个裸赎罪神死一个神装。没有，我刚以为他没闪现哦，没闪现我再杀到他，没闪现我就先把 AD 秒了，之后再带走雷欧娜，直接 triple kill。STN8951 感谢订阅。哦，有戏有戏有戏，这波大家打得不错哈、哦。好，我继续农野怪。哎、欸，是要出事了、啊。哎、欸，这波感觉我去了也没什么用啊。哇，玩不到玩不到，等下不玩就好了。不行，我还是要来救我队友。哦，玩不到啊。哎、欸，你们不要这样，不要让我灌街啊，这样看起来很蠢啊。然后我灌街了，开灌了。早知道别去帮他们了，关了这么的久。哎呦 ，nice！ 把西门的河蟹给吃了。啊，其实玩龙女这种角色，你节奏应该要自己控制住啊，不能有架打就过去。哎、欸，你不行，被单杀了啊！不行哥，被闪问号了。糟糕糟糕，危险了危险了！还好没关系啦，我是觉得拖到后期，我们这个组合，你看我一个大坦。然后搭配这个步行的 support， 就像詹家伟，一个超级好的 support 组合、啊，两 support 一坦克一 AD 一 AP 输出，完美搭配，那中后期就是无敌。哎，顺道干他哎、欸。拿上塔，拿上塔！哎、欸，他被换掉了，天哪！哎、欸，不行，又倒了！你不行，你不要这样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猛猛，猛猛在干嘛？哇，猛猛友情送头、欸，哎！我好像也要送。稍微等一下，哦，哇，这个大兵剑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这个真龙转身打出一个极强大的爆发，直接把这个给带掉。好，直接暴打对面的那个酒桶盾。之后在一个漂亮的 B 上，哎、欸，这个在干嘛？送头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谢谢你，快跑哦，快逃啊，凯特琳！没事没事，这个对面完全追不到我们啊。嫩，嗯，好。死啦！好强哦！机关怎么跟我机关系都不一样？怎么那么痛啊？哎、欸，为什么被他丢到了？我怎么被他丢到了？我不是闪过了吗？啊天哪、啊！我以为我闪过他 QW 了。哇、啊！中路你不行，目前直接被对方霸凌，之后开启他大绝，拿到这个护盾，非常的哇！再奶一口，这布奇哥太硬太躺了吧？但是基本上没什么作用哦，零三连。尾刀四十，嗯，你不行，怎么啊？不是啊，你不行，已经真的不行啊！哇、哦，不行啊，那不能过去啊，我们不行啊！不能打、啊，这个要干嘛啦？凶凶哎、欸，凶屁凶哦！哎、欸，087哎、欸，张家伟，
战绩真是精明。啊，我们这整将游戏时间再拖大概十来分钟，咱们还有很大的机会。OK， 这里这里包起来包起来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，给他个大绝啊，他没大了。想你不行，如果有大，这波球女就再见了。但他真的不行，是没有大。蛮大的，我们蹲这里好了，看有没有机会蹲到八七。嗯，蹲这个点感觉真的会制造奇迹啊！不行，帮我抬头过。我跟你讲，这个蹲点等等就会有人来送。大胆预测，西门会先来缺个这个草。好，勇敢的走进去好了。哦哦，这个古拉克斯，你死定了你！有我在啊，你要怎么活？好，真龙转身，对他造成了巨量的伤害。嘣，带走，啊，精美的操作，好爆了，中塔、上塔全部给了。不行，我去收水了。反正都掉了，我还得去收个水了。咱们来单刷这条水哦。这两个已经已经觉得回去守没意义了。啊，转转转，拿这条水。哎呦，这波赚哦，这波不错哦，这跟我们的局耶。哇塞，蛇女这个精美的操作是。哦呦，游戏游戏游戏，咱们的局，咱们的局。真龙转身，他真有要逃出了，嘣，起飞了有没有 ？Killing spree， 辛苦你了，凯特琳，辛苦你了，虐菜达人，加油啊，菜靠你虐啊！好，我们现在这个泰坦救护车出来之后，我们这个 Damage 就直接大幅提升。对面都傻逼，我们这边的傻逼感觉比较严重啊。啊，其实，好，对面都傻逼，对面都傻逼。咱们不要放弃，对面都是傻逼啊！好，哦，先回补这个装，我这个九头蛇一出来，等等我飞谁，谁就要被我秒杀。蛇女怎么玩？嗯，一起啊！看你不行，真的很靠背。我队友到底在冲三角？干还直接教学？他们到底想干嘛？这三个人挤在下路，嗯。哎，哦。我看。还嫩了一下欸，凶屁哦，他没有病欸，哇，还好，看兵，看兵属性，能够宝可梦，兵属被打不痛啊，吓死我了，还好我反应快，一个真龙转身直接逃离了战场，骗到了两个大姐，穷女加艾希大姐。哎，刚刚忽然我野怪消失在我面前，我真的吓到了。
啊，疼疼疼疼疼！哎呦，我现在不会变龙啊，兄弟们小心点啊！没，我现在没办法变成火龙啊。哦，不行，知道自己的角色就是什么。哇，这群人死定了，死定了！干起来，干起来，干起来，干起来！这波对面直接死光。哇，不行，太猛了吧！哇，糟糕，进不去，进不去。大吼一声。好，交给你们的队友。啊，走远啊！快逃啊！哎呦，神女这个精美的拉打，这个高超走位开启了鬼步，再触发这个爆炸种子，成功逃离了。赞，嗯，是啊。啊！跟你不行，真的很靠北。为什么唢呐会走到这里呀、啊？这个唢呐为什么走到那里？好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事，没事。买个七孔子门好了。你不行，刚刚想偷八龙啊？他努力了，他尽力了，好不好？这种情况下，唢呐人能偷八龙的话，干比就比之前那个夜夜那个卡玛偷八龙还要强。嘿咻！好，我现在又有这个真龙转身了，我见一个杀一个。哎呦！哇，对面还想偷坏事，通常都去 face check 都会 check 到一群喜憨儿。那、啊、咱们勇敢的往前走，有没有看到喜憨儿？快逃啊！对不起。大哥，呵呵，这是没被暴打过什么呀？一回马枪，哎呦，干你不行，这个伤害太强大。张家伟怎么在那？完了完了，这个会战完全没得打，每个会战没得打哎、欸，每个都肥的跟鬼一样啊。哎，我好像没大，给了给了给了，痛！哎，不是，这不是我们家吗？是我们家哎，大哥！看起要戏合下去，拼啦，兄弟们！不要害怕对面这个打勾勾，经过我的强烈爆发，打勾勾只能一条路，就是死。好，非常好，好结束。你不行太……我傻傻的以为遇到你不行我能赢，他好错、哦，我不行了。